一块多一瓶，一块多一瓶。这款蓝莓叶黄素纸软糖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一块多一瓶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啊，就会得罪很多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妹啊，就咱家这款蓝莓叶黄素纸软糖呢，谁是花18.9买的10瓶？咱看下后台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下老弟这个链接都给您卷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18.9啊，给咱发10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5.9啊，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纸软糖。咱家这款蓝莓叶黄素纸软糖呢，是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大厂家，并且呢是 CPIC 啊太平洋保险承保的，咱吃着更放心。好多哥姐姐呢一直私信老弟，就说咱家这款蓝莓叶黄素纸软糖呢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？其实啊，它这个是不挑人群的，就是像咱平常眼干、眼色、眼疲劳，经常 iPad 手机不离手的，经常在强光底下工作，在电脑底下工作的朋友啊，咱都可以去吃它。像小鹏呢，经常玩 iPad， 经常玩手机啊，经常打游戏的，经常照台灯写作业的，像家里的老年人呢，经常刷短视频，经常看电视剧的啊，咱都可以备上一瓶蓝莓叶黄素纸软糖。大人呢，咱一天啊吃两次，一次吃3粒就可以。像小鹏呢，咱一天吃两次，一次吃2粒就可以。看一下啊，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，特别精致。特别 Q 弹，它这个味道呢，就是酸酸甜甜，特别好吃啊，像吃了一颗小糖果似的，蓝莓口味的。而且呢，咱家款软糖呢是真实的添加了叶黄素纸。叶黄素纸呢，咱大家都知道啊，它是眼睛的一个保护伞，通常呢是需要外界去获取的，并且呢还特别添加了 DHA 藻油和胡萝卜素啊，对咱们啊真的特别的好。今天老弟这下单呢，直接给您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5.9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纸软糖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啊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5.9给咱发10瓶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